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心奉请。一心奉请。马祖菩萨。马祖菩萨。护持法会。护持法会。那因为外面下雨哦。所以我们要先念观音菩萨甘露咒，然后呢把全部的雨融化作甘露水啊，然后呢希望洒到雨的人啊众生啊都业障消除，不然呢在佛教说啊，所以一般的恶鬼道很怕下雨，因为这个雨啊对恶鬼道来讲啊勾魂压不压都像那个火在穿透他的身体啊，他并没有办法喝到水，反正水会变火变硫酸伤害他，但是如果我们大家慈悲赶快给他转变，那么念观音菩萨的甘露咒，水变成甘露反而对他们有帮助，对人类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三称大悲观音菩萨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那甘露咒前面是大悲咒的前行，就是七请观音菩萨。那么恨那达那多那耶耶，那么波利耶波罗耶帝娑婆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大智大悟，努力努力，加努力说哈。那佛经说，就念这个咒，以大悲心观想的天空的雨都变成甘露水。念嗡努力努力，加努力说哈。然后呢，念二十一遍，全部的水都变甘露水啊！来。嗡哆林哆林加哆林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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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哆林哆林加哆林嗦哈。当愿众生得洒甘露，业障消除，身心自在，共成佛道。好，请放掌啊！本来下雨会觉得哎呀，那落雨烦烦的，但是如果你懂得甘露咒，哇，下大一点好哦。啊，水都变甘露，变黄金一样啊！这个就是佛教最重要的转念的修行，转变那个念头。啊，一般喜欢顺境，但是佛教呢，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对我们来讲都可以帮助自己修行。哦，今天肚子好痛啊，哎，这也是修行，因为你会痛，你才想说，原来有这个身体的人或众生都会生病哎。所以这个痛啊，我赶快修慈悲心啊，啊，愿众生的痛苦啊，我来承受哦。念唵嘛呢叭咪吽，愿把我的功德要给他们。这个痛反而变成你的修行。今天早上我们到华夏工专去演讲，我问学生有没有问题问我，没半个，结果要走了，终于有一个问我，师父，为什么我去追一个女朋友，然后他去爱别的男人呢？哎，我说哎，哎，不错嘞。那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说先不要问为什么，你要谢谢这个女朋友，因为呢，她让你考试看你的心坚不坚强，一个人能不能够接受变化。啊，痛苦不是他去找别人，而是你内心里面有一个不甘愿、占有欲，这才是我们要修行的部分了。所以我说他去找别人你怎么样，他说还好啊，只是怪怪的啊，但是你要谢谢他啊，至少啊
我们做事不是要成功了，是面对失败的心灵能力，如果能够提升，那你的心灵就成长了。啊，所以我们佛教讲变化无常。如果今天你交了这个女朋友谈恋爱，你还这么认真读书吗？谢谢你，她拒绝你，让你专心的读书，让你面对变化。啊，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你要教育自己，不要一直管别人为什么要对不起你，只管我发生这个事情我的心怎么样。看到太阳眼不动如来心咒，哦，被太阳照到的人都消业障。啊，听到风的声音赶快念 Om Mani Padme Hum， 或插风马旗，全部被风吹到的众生都消业障往生极乐世界。啊，看到鱼变甘露咒。所以希望各位呢，这个世间没有逆境，因为这些都只是一个像演电视，但是利用这个假的演电视的世间，找到你的真正的佛性，真正的心态，这个比较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晚上要所谓还要施食超度，就是施食就是布施食物给这些孤魂野鬼。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拜地基主啊，后娘的呀，啊，超度的路祭呀。刚刚我来之前，我故意先去妈祖庙啊，跟妈祖报告一下，这里面众生啊、神也好啊、地方神也好啊，大家一起来共享功德。今天要做布施了啊，这个施食。那各位都知道，这个鬼是吃味道的，所以我们要烧成越香的味道越好啊。但是呢，也因为有他们呢，我们才可以修布施。各位要知道，有贫穷人，你才可以修布施，感谢贫穷人。啊，有痛苦的人，你可以修慈悲心，感谢痛苦的，让你修慈悲心。啊，今天哪一天你感情受欺负了，哎呦，感谢你提醒我，原来我有一个感情在痛苦，这才是我的痛，我能够拔除，我不要有欲望，不要有感情，我不是解脱了吗？啊，解脱不是我得到这份感情，而是我可以超越感情。啊，这个比较重要了。所以我想透借事练心，借这个事情来了解最好了。好，请各位翻到165页。我刚刚到隔壁，哦，很多书哦，啊，《地藏经》《药师经》在我们妈祖庙里面，哦，还有一张大张的《三世因果经》，我看每个庙都有，很好。但是呢，这个生命的真理能够相信才是最厉害最有智慧的。所以人是命运的主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你会得到什么都跟你的思想行为有关系，不是神在控制我们，不是上帝，不是风水，不是八字，不是佛，不是菩萨。各位要抓住这一点，人的命运是掌控在自己的思想语言行为造作的力量，以这个力量而产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既然我们要得到幸福，乃至要帮助众生离开得到幸福，我们要知道方法啊，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因果。大家边唱边了解里面的意义，然后边问自己，哦，我哪一条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不应该做的该做的，注意看一下啊。165页，哎，断为隔离。
得意，前世一世是平人，无事无传为何意，前世不肯舍分文，相貌端严为何意，前世才华功过浅，聪明智慧为何意，前世只在念佛人，父母双全为何意，前世多孙为何意，前世开龙放鸟人，今生长命为何意，前世埋无多生，今生断命为何意，前世再杀众生身，今生聋哑为何意，前世驼背为何意，前世笑了白佛人，今生无病为何意，前世是要救修来今世修，今生修几后世生，若人不信就
人心已过饱，同舍西方极乐国，三世因果说不尽，化片不会善心人，三宝门中不好修，生世世相不及。各位，可能你这一辈子这个因果经早是听了，但是很少像这样仔细的看一遍啊。有时候活到了一段年纪，经过了很多风风雨雨，自己在想为什么呢？然后呢，终于因缘具足了。像我，33岁才听到这个因果，33岁，啊，然后呢，哎呀，过去所做的错那么多，生命的目的终于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也找到了。生命的目的是干嘛？就是要离苦得乐，消灭痛苦。痛苦从哪里来？欲望。生一个小孩，欲望啊，有这个欲，眼睛要看漂亮了，鼻子要闻香了，耳朵要听好，这个就是苦的根源。以前不知道，以前看美的，用好的，吃好的，很多钱，很多房子，好快乐，哪里快乐？五花大绑啊，变成他的奴隶。我们以为我掌控他。各位，你有几栋房子，你已经做几次的地基主了，还要做不做？被绑着啊，这个绑在那边不自由，而且生命的原理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哎呀，赶快要告诉别人知道。所以啊，165页有善根呢，叫善男信女，有善根，有信因果的哦，听这个原因，过去现在未来。各位，首先人一定要相信生命有轮回啊，不是光这一世，过去世影响现在，现在影响未来，你现在所得到的都是你过去种的因，现在收这个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点我们都要了解。所以因果报应非小可，千万不要轻视。一个人为什么做官？佛经说前世黄金装佛身，因为呢，这个佛是最尊贵的，你把最尊贵的黄金去贴在佛，让别人看到佛更尊敬，反作用力，你被尊敬，就这么简单。一个人为什么被尊敬？因为他尊敬该尊敬的对象，校长啊，啊，父母啊，师长啊，主管啊，我们该尊敬的我们去尊敬他，倒过来你被尊敬。那这个世间最尊贵的是什么？佛，我们叫世尊呢，啊，所以一个懂得去尊敬该尊敬的对象，反过来你被尊敬，啊，所以呢，做官呐，哦，黄袍加身呐，好像发亮一样啊，穿绸穿缎为何因？就是布施给出家人，这个世界有出家人，我们才可以听得到佛法，不然让你赚1000亿好了，新竹县市的土地都给你好了。又如何？不用老，不用病，不用死嘛，这个基本的生命问题都没解决，所以佛法才可以令众生就近离苦得乐。所以你能够布施出家的衣服给出家人啊，来，这一辈子到现在还没有布施过衣服给出家人过的举手，一定好多个。放下，各位讲很简单啊，你赶快去做吧。我记得我刚出家是在新竹福岩精舍啊，
啊，一出家以后，我们那是很多人出家，就很多人供养什么棉被啊、衣服啊，从脚到头六套衣服啊，都是人家供养，因为你要出家了，啊，要出家了，别人就要赶快积福报，修这个功德，啊，老实讲，各位，如果你认识一个正知正见的出家人，他活在这个世界干嘛？他就是在弘扬利益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出家人在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他是生命的引导者，心灵警察，让我们知道离苦得乐的方法。就算我们小时候看到出家人干嘛，都是在替死人念经，那也有功德，死掉人出家人帮他念经，他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出家人太重要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想办法去供养出家人。那出家人要什么？出家人就是吃饭而已，穿的衣服，要住的地方，啊，所以呢，供养出家人衣服，哦，那你尊贵。那一个人这辈子衣食无缺，有时有缺，为什么？帮助贫穷人。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布施。我想我们现在大家钱多少都有钱了，但是贫穷的人却还有机会500、1000，能够帮尽量帮。事实上，舍一得万。啊，种悲田，慈悲的福田，你布施500块，这就是你现在赚多赚50万、500万的原因，啊，这很简单。今天哦，他地震、火灾，房子坏掉了，你过去布施了500块帮助他，这就是你这一辈子拥有5栋房子的原因，这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这个福田像滚雪球一样。相貌端严为何因？哦，供花在佛前，所以每次法会，你看前面这么多花，各位你要抢着供啊！啊，除非你喜欢长得丑一点，啊，出家人也要庄严，在家人也要庄严，出家人要像佛、观音菩萨一样的庄严，人家才要听你讲佛法，不然你懂很多，人家不听你讲，那你不能够把佛法供养给对方，那也没意义啊！啊。所以要庄严，自己要修忍辱，多微笑，对外在的世界要多供花，多供花，啊！所以呢，如果你天天笑，脸如花，如莲花，那佛陀的脸叫什么？永看不厌的脸。你只要看过他一次以后，一辈子忘不了，天天想着他的脸。为什么呢？可嗔处不起嗔心。明明你可以生气的，这个人很坏，你可以生气的，你也不生气，还是要对他慈悲。可嗔处不生气，那你永远那个脸哦，真的是百看不厌。佛陀就要修成这个相貌，众生才喜欢看他，听他讲佛法，啊！所以各位呢，自己的因要创造啊！所以别人一直骂你，你要接一下球哦，我贪污告贼了，啊！我贪污告贼，哎呀，你一直骂我，让我修忍辱，我还要有福报，还有机会了，啊！我都花了这么多钱美容，还不如你骂我一分钟，我可以忍下来，那我就多了庄严了，啊！所以各位呢，庄严很重要啊！你不庄严，你不慈悲，啊！所以佛经说，不修外表庄严者，不无大悲心也。为什么？你不想要度众生嘛？你要度众生，就像女生化妆得很漂亮，她就是要大家看我嘛，对不对？那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都是要庄严，众生才愿意看他，还要献花给他，还要跪，还要拜他。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庄严，所以为了要庄严，他要对众生起大悲心，修忍辱啊，而且可供养处，他一定把他弄得很庄严。所以各位呢，特别是公家的，你给他弄得更庄严，你功德更大。你把你家弄得很庄严，就你们5个人在看，你把公共场所、公共的公园那个花。地上地板弄得很庄严，那些千百万人，而且用了好几百年，那个功德大不大？大了，啊！所以各位要懂得种这个因啊，聪明智慧为何因啊？那就是因为前世吃斋念佛，就信因果了。慈悲心不愿意去吃众生的肉，不愿意把自己生命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生命都有轮回的，人死有来世，动物死也有来世，鸡鸭鱼狗死都有来世。但是各位现在如果还没有吃素啊，至少
我要恳请各位先不要吃牛肉，好不好？牛一辈子帮我们耕田，帮我们产牛奶，它都是在奉献啊，连它的大便也不臭，还可以拿来做什么饲料，做种种的，它整个生命都是来还众生的债的，所以不要再伤害它啊。所以呢，至少不吃牛肉，你有世间的福禄神，你有福报，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进一步呢，对其他的啊生命呢，慢慢的了解，念佛也开智慧啊，再来多印经典也可以开智慧，再来多思考看经典也可以开智慧。就像各位今天愿意来听听佛法，那也更可以开智慧，因为在这边大家都在思维这些道理。法你一听就一直灌进去，就算你听不懂也灌进去了。持咒，咒是听不懂的，但是他的声音灌到的里面去啊，把你的心整个都调整了啊。聪明智慧，聪明是把世间事都办得很好，智慧是什么？智慧就不执着了。很多人很聪明，他没智慧，经不起失败，经不起批评，叫很聪明没智慧。有些人呢有智慧放得下，但不聪明，不懂得服务别人，那不行啊。这两种都要具足啊，所以这些原因呢，希望各位回去思考思考，然后看我们做了几点，哪几点没做好，多做一些。谁都希望福报，我们修行叫福慧双修啊，你一定要有福报威德，然后呢还要有甚深的无没有烦恼的智慧跟服务众生的智慧，什么人讲什么话，做什么事，该怎么办，都弄得非常的好，要智慧啊。好，麻烦各位翻到26页。首先呢，我们呢现在做一个慈悲的动作，就是甘露施食啊。啊，26页前面呢准备了这个面饭稀饭牛奶，还有干净的水，还点一个酥油灯。那各位要了解知道了，这个世界不是光人的世界，鹿神孤魂野鬼很多的，特别说今天说要施食，你这个海报一贴，那一天开始这边就挤满了。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再过2个月以后只要你来排队一人$10,000，你早就在那边睡觉啊，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些恶鬼道可可怜了，寿命最长2700万岁，没水喝，没东西吃，饿又饿不死，只有痛苦，所以叫饿鬼道苦了。所以佛要出家人每天都要施食啊，但是呢，饿鬼道实在太多，为什么？每天都有很多鸡鸭鱼动物在被杀，刚被杀掉的叫中阴身，他们49天还没去投胎之前啊，到处飘荡，到处飘荡。所以中阴身就是吃味道的，假逼耶啊，你拜这个阴的啊，拜地基主那个东西，味道就被它吸走了啊。所以佛要我们呢，就每天都要简单的施食，然后呢放在阴暗的树底下石头上，这是个很大的慈悲。对你来讲，连坐14天，重大病苦、癌症、鬼病都消除；连坐7天啊，命运改变，不可思议。求财得财，求男女得男女，世间福报最大。为什么？大布施啊！你今天拿1亿到新竹县来开一条路，好不好？1亿，几个人得到利益？但是这些2700万没饭吃、没水喝的鬼，你施食给他，再给他念个阿弥陀佛，他升天呢？你看那个功德不得了了，超过1亿美金的功德了。所以为什么说施食的福报特别大？来，我们一起来念啊，来。26页，来，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以威神加埃护助，我今招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哎，你不要怕，来必定升天。来就解脱啊，所以积了大功的，首先要普招请啊，手印你会的就打一下，不会也学一下观音菩萨的慈悲手印，然后呢观音菩萨招请他们来啊，来就解脱。来，
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丹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丹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切利多利丹那耶多耶然后来了和平相处不吵架解冤结凡是看到人在吵架包括狗在吵架你要赶快念这个解冤结咒啊，有人莫名其妙找你吵架这也是你欠人家的啊，无因不成果啊！哎呀，赶快啊，有个惭愧心，解冤结啊！所以一起念来：嗡三多赖揭多萨婆诃，嗡三多赖揭多萨婆诃，嗡三多赖揭多萨婆诃。好，再来开咽喉，非常慈悲。像各位下雨的时候，你除了念甘露咒，最好马上念开咽喉咒，全部的雨滴都变成像太阳光一样，然后呢，就会照触的每一个痛苦的这些鬼道们，然后最大的功德让他喉咙马上就打开，身体的痛苦没有，喉咙打开可以吃东西了。所以我希望各位，你只要到水边，不管是河水、草高啊、海水，只要有水的地方，旁边一定有水鬼。这个水鬼就是他想要喝水，没有水啊，很想喝又不敢下去，一喝马上变火变血浆，他不喝又很痛苦，就一直徘徊。但是如果碰到有人会念这个开咽喉咒，嗡波波地利切多利蛋塔埃朵，给他撒两滴水，马上变成水晶光，然后附近的众生的鬼马上都被照到，各个喉咙打开，各个可以喝到水，你看他多感谢啊！所以这个咒有十个功德，我们来念。那如果你有水的就滴两滴，没有就观想啊，前面的水滴变成好多光啊，这样来。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丹他耶多耶，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丹他耶多耶，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丹他耶多耶。像我们刚刚从新店开车来，沿路啊喷水啊洒米啊。啊，你要想啊，现在特别晚上，你念那个开咽喉咒，那个光啊，可以骗100公里，那个光，啊，然后呢，附近的森林里面的，马上这些痛苦的众生，哇，全身舒服，就像你现在全身被火在烧，得癌症，癌症突然有一种药一来，全身马上好起来，你那种快乐，那种感恩啊，没有办法形容。所以各位，这个开咽喉咒。功德太大太大了，调查一下我们新竹会背这个开咽喉咒的举手，新地的扣零鬼也了，放下，拜托拜托，没事就念啊，最好买一只这个，走到哪里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但他的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但他的，你真的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啊，太慈悲了啊。所以各位啊，知道哦，佛法真的是利益众生啊。再来辨食咒，把食物变成可以吃，哎，你看这个手印，念到嗡三不来三不来，食物变成很多弹出去，然后各位要观想我手上的食物，然后外面还摆了很多要给好兄弟吃的食物哦，啊，做大慈悲哦，慢慢念这个咒来，那么萨瓦但他也都万乐之地，嗡三不来三不来，吽，那么萨瓦但他也都。万乐之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吽，那么萨瓦但他耶多，万乐之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吽啊！为了这个嘴巴将来能够经常背很好的咒，念很好的咒，而且能够度众生，请各位这个嘴巴少骂人，多讲好话，你的嘴巴会变成一种功德。只要你出声音，特别。我们在念甘露咒的人，我只要出声音，不管什么声音，任何人，包括杀死爸爸妈妈的人，听到他身上来一眼就消除，因为我们是念甘露咒的人，念大悲咒的人。你念大悲咒的人，你只要洗澡，你的水流到哪里都变甘露水。你看，你连洗澡都有功德了。所以各位要修好修行，包括修身体的行为，嘴巴更重要，修你的心啊。所以这个嘴巴呢，多讲好话，然后呢多念经，把嘴巴变成功德。再来甘露水咒，各位手要拿这样，要观想你的手指头出现了如白色的牛奶，整个新竹市、新竹县、台湾、美国
到处都是白色的甘露水，然后有水人撒两滴在地上，一滴就十个国家的水库供养他们。来，南无娑罗波耶达那耶多耶达支那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波耶达那耶多耶达支那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波耶达那耶多耶达支那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特别下雨最好啊，咦，全部的地上都变成蓝色的甘露、白色的甘露。各位，你去水库啊，才看到很多的水，溪水、水库的水，马上念这个咒。各位，咒力不可思议。首先你要有信心了， 啊你要没有信心，还念这话满在两。